暴走吧大明星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尹浩宇，欢迎，嗨嗨嗨，你好，你好。爱很美味要上了吗？电影点映的时候嘛，我看到了你和哥哥们一起去看电影，那天我也在，我们都在。哇！然后谢谢，表演的很好，谢谢你来，谢谢。谢谢。那Into One的哥哥们怎么评价的？他们就很大声的喊，就是哇。尹浩宇演得很好。回家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问他们真的演得好吗，然后他们就说就是演得很自然，然后我就很开心。他们说因为我觉得就他们是给我的评价是最真实的。那你跟哥哥们一起看，你坐在他们旁边，你不会很紧张很害羞吗？是啊，每次我出场的时候他们的头他就是然后我只说你先看一下，也在就是 cue 我嘛，就每次我说一句话就会笑场，然后就一直会笑我。因为有一场我会说一些英语，然后米卡坐在我旁边，他就疯狂的在说啊，是吗？说英语说得很好呀，就一直在吐槽我。其实我最开始我一直在想，我要不要就是请他们，就我不请也不行。你和你哥们一起去看你自己演的东西，巨尴尬，巨尴尬。当知道自己饰演的角色是漫画家之后嘛，然后你有做什么努力去拿捏一下漫画家的气质吗？因为罗 KK 很喜欢玩游戏，我把我自己的 iPad 和手机上放很多 stickers， 就是英雄的贴纸。然后我还给他就是做一个小 playlist， 每次就是要开始表演的时候就会先听这些歌，还有给自己做一个小秘密的号。这个小号上面我就发我觉得罗 KK 会发的东西。啊，那你那个小号是还没有被人发现吗？没有发现。然后马上就没人发现吗？我藏得很好啊。怎么？那你点评一下自己的游戏水平和罗 KK 的游戏水平都差不多。怎么怎么是确实。我之前我在泰国也玩游戏，但我玩的是都是射手，但是罗 KK 他不玩射手。他玩的是辅助，所以最开始玩的很巨差。哦，那现在水平有稍微那个，那还是不差。那你有向周柯宇这种阎王请教一下，这个游戏怎么才能打得好吗？跟他打两局这种，让他带你飞。我其实我问过，他说不教我。我想说，真的会谢你。哥真的会谢你。对于看完电影的人说什么我不发罗 KK 的风发谁的风，这些人想说些什么呢？发尹浩宇的风呗。哦，对对对，就好喜欢那个角色。我的天哪，太帅了。咱们就是说谢谢大家，然后希望你可以多多去发风。就很多人因为这个角色喜欢上了你嘛。然后对于刚入坑的朋友们，要不要推荐一下自己？3、2、1，嗨，我是尹浩宇，大家也可以叫我 Patrick， 也可以叫我派派，也可以叫我 Patrick Not Watch Dinkler。我之前在泰国演过电视剧，我在中国演了第一部电影是《爱很美味》，希望大家喜欢，然后多多关注 ，peace。这么正式啊？是吧？再来一遍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尹浩宇，我喜欢吃饭，然后我很会睡觉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，谢谢啊。电影里面有一幕特别好笑嘛，就是加你微信那个嘛。本人走在路上，碰到有人对你说方便加个微信吗？你本人会怎么做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本你走在路上，有人向你搭讪吗？说啊，我们要不要加个微信啊？这种，然后你本人会怎么做？尹浩宇会怎么做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太懂。你有被人搭讪过吗？就是走在路上，就是你去逛街，笑什么呀？我。啊啊！我喜欢这个，这个可以就不用剪掉啊，这可以放进去，就他好尴尬呀，尴尬，笑死我了。我会说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就装我听不懂，或者我就说我手机就是掉厕所里了。最近在宿舍里面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让阿姨喊了什么你们这群怂孩子又开始了什么，就是有没有捣乱啊？最近在宿舍，我们前几天大家都各自就是回到自己房间，突然就听到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声音，有一个人喊出来，这个声音我人生都没有听过这么高声的喊声，然后我就看到就是林默在洗啊，在洗澡。林默在洗澡什么？然后我们没有热水，然后他在冰水就是边洗澡边这样。我就跟他说就是那你别洗啦，然后就是米卡就加入我，然后我就下去一楼
就是最下面的那一楼去找就是周柯宇，嗯，他就加入我们三，然后我就还拿了伯恩的手握手上去，跟他说就是我们四个人去看他，然后就给他鼓励，就是他洗澡的时候其实是冷水，但希望他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。之前采访张新成不是用尽全力夸了你吗？ Wow, such a cool boy. Could you tell me his WeChat? You are so marvelous. 你有加上本哥的微信吗？我很开心他在那个采访夸我，但是我没有他微信。没有啊，喊话一下哥哥快来加我这种。张新成哥加我的微信，谢谢。你是我的神。很多人都说请把你打包扔进剧组，然后校园剧没你我不看这种。那如果出演中国的校园剧，希望自己是个怎样的角色？因为我在中国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少年的你、啊、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就是少年的电影，就是青春的那种感觉，可能也是算是校园吧。我是很喜欢这样的电影，所以我希望就是如果我可以对演这样的就是校园的电影或者剧的话，可以演这样的角色，我觉得应该很好玩，很有意思，很深。是我们想让你去演那个阳光开朗大男孩，就是找来一个留学生，很阳光、很开朗、很帅气，然后大家都很喜欢你这种。好呀，也可以啊。你变了是吗？朋友们你好，可以就是按照太阳说的这样的剧本，我可以。可不可以教我们一句就实用的泰语形变态语？奴。奴。牛。牛。牛。H 就是 H， 像喝的那个 H， 我喜欢卡，就是他的意思，就我肯定不会说，但是女生会说，就是我饿了的意思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能说啊？男生不可以说我饿什么，就首先没面子。不，我太难了，因为男生会说卡，不是卡，卡是女生会说的。如果是我说，我会说朋友卡。朋友卡，对，朋友卡 ，OK。对，没有啊，我觉得就是他中文很好，哎，不是，他泰语很好。对，就是作为德泰混血的哦，咱们精神东北人哈，有没有想去东北玩一下？哦，我很想去，觉得很奇怪，我就是两年来到中国了，一次都没去过，奇怪。辽宁、吉林、哈尔滨，东三省。你是东北人？我辽宁人。你教我一点东北话。波棱盖卡切青了，波棱盖卡切青了，感觉就是他突然就是开始说东北话，就突然觉得很有那味儿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比如说你跳舞不小心摔了，然后你的膝盖就是青了。哦，我知道，青了你的波棱盖卡切青，波棱盖卡切青。你这语言天赋。卡切青。康明哥，不用解释这么详细，知道了。辛苦了。我很聪明的，我是刚刚老师就是从后面就是边拍边就是给我解释，是这样的啊，是。我现在带你云逛一下咱们东北早市吧，反正你也没去过，然后给你看一下，你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好东北是吗？我觉得它是米玉，玉米红豆玉米，不对，它叫红豆玉米汤，玉米红豆汤，它叫大碴子粥啊。你下次可以去东北早市喝一下，可能两三块钱就可以有一碗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一种面包，炸的，炸的奶黄包。火勺。火勺。大爷，给我来俩火勺，就是给我来俩这个。大爷，给我来俩火勺。哎，这个你知道吗？跟奶黄包很像，你肯定也很喜欢，但是它的口感是糯糯的。奶白包。粘豆包，它叫。粘豆包，是这个。粘豆包。粘豆包，这个是一个水果。好厉害，蓝莓，蓝莓哪有这么大个儿？大蓝莓，这是冻梨。其实北京有，你也可以去吃。冻梨是梨汤的梨吗？啊，对，你这个梨它是梨，但是它黑色冻成黑色，然后你要吃起来凉水，泡一下会变软，然后你咬口水。那我觉得我应该知道这个，就是我听说过，就是那种梨，然后你把它冻死。哦，对对对，然后。东北早市美食阅读考试现在开始。那我现在考你了，这个叫啥？我谢谢你，这是冻梨。这个是土豆丝儿。错了。你再告诉他得了呗。莲豆包，然后这个是火烧，大碴子粥。好，东北欢迎你。食物，这是食物吗？你在说我画的不好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是我太笨了。他们画画真的很快，不愧是漫画家画呀。谢谢。都知道了，我跟你讲。大家都要猜，我猜出来的第四个是火锅，对吧？披萨，鸳鸯锅。
这个是汉堡。嗯 ，OK， 两个。汉堡、披萨，哎，这是蘑菇吗？等一下。两个字，无语。对。为什么底下像个鞋子啊？鞋子。什么？什么？那就是那个黄色的，里面它流出来啊。这个比较难，这个比较健康。就是不是沙拉？我没这么健康。对，这个好吃。这里面有辣椒啊。是。那我为什么？是。冒菜。不是。火锅不是。冒菜。不是水的。不是，没有水。有肉和有就是辣椒。辣椒炒肉。然后这个我直接说呗，这个它叫做奶昔。算吧，就是你把很多水果放在一起，然后就拿出来放在一个碗里，然后就把水果放在里面。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大家如果大家去泰国的话要去找。哎，要不要是你不回，要是你不回去为我工作，别怪我找你。别怪我找你工作麻烦，实在不行咱们泰语课。还是中文，我真泰语也很差。搞什么话呀？如果你搞什么话呀，我就当做你违反我的命令。哦，太酷了，我天哪！我想让你快乐。你才是泰。我为你所做的一切。你这是大度，你叫酷吗？非常值得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马上就有剧本找你了，我跟你讲。哦，你肯定。哎，不行！既然我知道这首歌是我们泰国演唱会的《天生就要飞》，是这首歌选全部的动作都是 free。我猜，它是偶遇在下，能不能牵起你吧，轻轻点点的过花，羽毛般的铠甲，是吗？啊！不是，下一句，下一句。哦哦嘿，哦哦嘿，啊不不不，等一下，啊确实是哦哦嘿，是是是。好厉害，你当时心里怎么想的？想说我想给我的脚一个特写，然后我想跟他说，你真牛。这个有点难哦，这个很难，因为这不是我的部分。OK， 我不知道歌词，但我知道它的 melody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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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这心不会伤。哒哒哒哒哒，怎么会这么牛啊？这个有点难哈。他从头开始捋啊。The next day。好了，你输了。就他进套。哎，有叫他进套，这个部分。因为最近我刚考完北电和中戏，我可以给大家清唱一下我那时候考试的时候唱什么歌。这首歌呢叫做《如果爱》，如果这就是爱。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，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哦，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，流过的泪，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去看看，很美味。谢谢，去看看美味。支持罗 KK。谢谢老师，这是我考试的时候。Looking for the sea.